是刚光夜市上的109年3月17号，台北今天淡水新线台北站12:37，出发就是看北投的高音量系统刚刚开始检列车准备进站。1364开往北投的高音量系统刚刚开始检列车进站咯。感谢各位很多相片跟朋友们做给我们大家，感谢各位支持，真的拜拜。车号是2002，台湾北投的高雄线刚刚是检列车。在台北站高铁车门，看到了，拜拜。再见。